然发现爱。每到过年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讲说要有新年新计划，英文叫做 New Year Resolution。可是你知道吗？进入二月份就都忘光光了。好，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养成了某个习惯，然后呢，发那今天的誓言，声势浩大，告诉全世界我即将要怎么样。但是后来呢，就是雷声大，雨滴小。悄悄的就无声无息咯。 OK，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那么的忙碌，对自我有很多的期许。如果你真的能够达到你的这么多的人生的目标，那你就是斜杠斜杠非常成功。可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半途而废。好，我们今天要找到我们的养分来自于哪里，可不可以不要再半途而废呢？欢迎今天的来宾，第一位陈丽琴。Hello， 大家好，平安。曾伟忠也很平安哦，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忠。好，欢迎林道元。嗨，大家好，我是道元。耶、yeah, ，欢迎师大人类发展与教育学系助理教授刘荣香老师。哇，好长啊。杨雨妮，哎，这么简单。大家好，我是最美丽、最可爱、最有智慧的人气杨雨妮。有，是 ，OK。好嘞，所以刚刚的这个开场大家都认同嘛，哈，你都曾经有过所谓的想要怎么样，然后后来真的就这件事情就不见了。好，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讨论大阪，这些事情常常三分钟热度吗？新年新希望，每年都在重新许同样的愿望，有没有？有哈。好，二就是读书计划，对不对？参考书买了，但都没有翻开。圣经永远出不了埃及，是躲在旷野中。我跟你说哈，我觉得这个啊，都有。认罪，认罪。好，来三，规律作息，不知不觉就变成了晚睡晚起。是哎。OK， 四，健康饮食啊，买了新锅子想要煮饭，结果变成了猫窝，或者你买了一堆什么食谱，要更健康，后来就是堆在旁边，对不对？积灰哈。嗯。存钱理财。记账笔本变成图画本，你的 APP 变成了站内存，然后就再把它删掉。OK， 好嘞。六，打扫整理，一口气整理干净，过没有多久又乱摆了。好，然后重复循环，会。然后七就是你的减肥运动，对不对？报了健身房，最后都白缴月费。还有八，工作职业三个月就职业倦怠了，怎么一回事？还有九就是你的兴趣嗜好，学钢琴、学画画，结果都不了了之。我相信要再列的话，应该是几个大板都不够用。可是我想，我们就总结了一下，就这九项就够我们大家好好的自我反省一番。OK， 丽琴，来吧，你。我是健康饮食啦，因为我之前对那个烘焙很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买了一大堆什么高级的面粉啦，然后买了烤箱啊、奶油啊，然后就对酵母对，然后还自己去上课什么，自己做蛋黄酥。后来我觉得好累哦，揉的我手都快痛死了。但是我也去买一个揉，买一个搅拌机，对，好用，可以一直滚一直滚，自己滚自己搅，是不是？可以根据你要的做面条还是做饺子，对，还是什么都可以。可是我觉得还是很累，因为常常就是家里弄的都是面粉，然后弄到一半之后觉得说啊，这些多出来东西怎么办？然后就觉得哎，这个面包，后来我又买面包机，觉得说好累，干脆买个面包机，他帮我做。然后这个又觉得好像不够好，又买了另外一个。但是现在都变成我们家里储物柜里面的没有用的东西都全部堆在那里，所以就没有再拿出来用。然后你买了面包机以后，会发现其实面包直接去买比较快，真的。而且你做了半天，家里人不捧场的时候，你每天自己要吃一坨吐司。然后我就觉得我胖了，我明明是减肥计划，怎么变增肥？所以不是我们不使用它，而是家里人没有给我们掌声和赞美，让我们不得不放弃。而且我们多期待他说一声说好好吃哦，比外面卖的好吃都没有。他们都说明天不要再。所以要嘲笑我们的口，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被上演，对，真的，对不对？而且有时候火候拿的不准，不然就是稀乎乎，要不然的话就是都烧焦，对，不然就变成化贵，明明就是面包，怎么变化贵？然后信心就一次一次被打击，就放弃了。在我们家的时候，因为我常常会整理一些那种橱柜啊，怎么一拿出来感觉好像一个东西蛮新的，那还有弹簧我就很好奇什么东西，我就问我太太，我在想了半天，这是谁买的？我说应该是你买的。他想了回忆啊，那个是要切大蒜的，买了第一
天用之外就放回去了，应该过几年后才发现。不好用，很多的用具。我前一阵子就是打开我们家的烤箱，一个没有用过的烤箱，只是当初装潢房子，他们说这个烤箱很好用。好，然后呢，我里面就会放东西。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说明书，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一个调理壶。我说等一下，这个壶我完全不认识，谁买的？然后我就开始想，一定是我先生，或者一定是我儿子随便网购。我搞了老半天，后来我打开下面的抽屉，调理壶在下面，是我买的。然后我连一次都没有用过，是，所以真的。我原谅你，原来是这样，原谅，有原谅原谅，认罪认罪 ，OK， 好，继续来，伟忠你也来给我们一个。我其实上面有蛮多，大概都有过，其实像比如说存钱理财这件事，记账本，对，像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发完薪水，领到那个工作酬劳，然后想到好，我这个月就要开始好好的记账，然后就一样，就是 App 什么都下载好，然后都存。就是都记账，然后可能跟朋友出去吃个几次饭之后，因为大家肯定知道分钱那个分一分，有时候会啊，没事，现在就我出什么，然后到最后就乱掉，所以到时候呢，就是又一个月后再领下一次薪水的时候，才又重新再记账，所以那个有记跟没记其实一样。然后打扫整理也是，因为我自己住外面住，蛮乱的，但是我要整理，我都是一口气把它整理好。对，然后整理好话很好，然后就接下来就开始啊，比如说下完通告，衣服就先放着好了，啊，然后啊运动完啊东西，应该当天晚上就乱了，还没那么严重，还没那么严重，但是就是会这样又慢慢堆起来，堆到某一天又受不了，才又开始一口气整理，对，所以我这些事情其实都蛮常会一头热做完之后，然后就放着了。对，你那个概念就是今日事今日毕。对对对，绝对不要拖延到明天。对。可是有时候家里小小乱，对，你也会习惯，就说那我明天再来，然后后来就堆积如山。对，其实我觉得是个不好的习惯没有错，可是有时候就我懂我懂，改不了。有，辛苦你了。道远。基本上三分钟问我就对，不是三分钟热度问我就对了。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举个例好了，就是基本上上面所有的我几乎都有经历过了。是。那我举个例，像是我之前把烧烤店卖掉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因为等于是收入少了蛮多的嘛。那时候我看现在的市场上，其实 YouTuber 算是蛮新兴的一个行业。对，那我就觉得说，那其实我的生活也蛮多彩多姿，那我就来开始做这个 YouTuber 这个，啊，我想要往这方面去行进，啊，去想要去实施。那时候呢，我就想，我先问我朋友，那其实YouTuber 需要的东西蛮多的，镜头啊，脚架，灯架，光啊，然后你还要写企划，哇，我那时候就想了很多，而且我那时候我女儿也刚出生，对，那我就想，可以有这样子那个带他们大家一起出游，可以去录一集这样的一个，因为你需要很多的 idea， 你才可以有很多的每一集的企划。那时候就想。好，我花了大概上万块去买了那些镜头跟那些的这录影机这样子，然后哇一出去，结果完全跟我当初想象的都不一样，因为我女儿刚出生，对不对？我可能拍一拍，我们现在玩到一半，然后我老婆就会说，林导演，你赶快过来帮我泡奶喂奶啊，我就要按卡了，然后就要去啊，赶快泡，然后泡完之后啊，然后继续录，林导演帮我换尿布哦，那又卡了，然后我又要赶快去又换尿布，所以我当初那一次录完的时候。我给我那个剪辑师看，他说不好意思，导演先生，你这些东西画面完全都不能用，对，然后那些的设备就这样子被我摆到了现在，哇，对，很可惜。然后我就看到了，现在最近丽晴姐跟那个阿福哥他们有一个新的 YouTube， 就是他们就弄得很棒，然后还 cover 了很多的那个音乐。不瞒您说啊，我们也买了很多的服装道具，到现在堆在那里没使用过呢，什么小丑女啊，什么日式的什么剑道啊，一大堆堆在那里。因为又疫情来了嘛，然后我们就总不能在家里办这些吧，对对对，所以就还是堆在那里。对，其实很多东西都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到时候完全都没用到。对，伟忠不要客气，你也说吧。既然右半边都在聊 YouTuber， 你也说，你说你的。你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大学是学传播的，所以我之前其实也是我本身会一点基础的剪辑，然后我想说，记录一下我们打球平常都在很多就是很好笑的一些事情，结果发现没有，就是我买了那个 GoPro。然后结果就是还去买那种就是可以装在胸前，可以夹在帽子上，它有的还可以顶在上面，对不对？对，方便拍摄，直接拍。你我看到，后来发现，就后来发现打球的时候你戴那个头超重的，你头抬不起来，你知道吗？你要头抬起来也不是，然后低下去也不是，然后后来就变成好也没办法，因为你如果只放在那边架着这样拍又很无聊，对，就你又听不到讲话，对，又很无聊。然后后来就变成行车记录器了，行车记录器。
纸放在那边架着，这样拍又很无聊。对，就你又听不到讲话，对，又很无聊。然后后来就变成行车记录器了。行车记录器，安全帽对，就放在安全帽上了。高级行车记录器。对啊，那因为至少找到用处。对，至少还有点用。所以那个很重，是不是？很重。因为我本来想买来放在我家猫咪的脖子上，看它一天到底都去了哪里。有也有人会这样做。不行啊，哦，好像好像可能不太行。辛苦了。真是辛苦了。芋泥有，他们有没有很可怜？有，都不坚持。像你很坚持，因为你们不懂。芋泥我觉得他很有毅力哦，但是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某一些人对某一些对自我不太了解，就像我觉得我对我自我很了解，可是在某一些领域你还是不太了解。是，譬如说我小时候学过小提琴，我小时候也学过钢琴，而且我钢琴学了好多年，但是我都没有延续到现在。我觉得小提琴是因为我觉得我妈偷懒，她礼拜天早上不想送我去上课，后来学了一段时间她就没让我学，所以我都怪她说都是你不送我去，是妈妈半途而废。对，然后呢钢琴那个部分的那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呢我是大概高中时候开始学钢琴，我学了5年，但是高中生嘛总是有一些多姿多彩的生活，很难把专注力放在练钢琴上，所以练了5年，我现在回想可能小蜜蜂也不会弹了，所以我觉得都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不怕你嫁了一个弹琴弹得特好的人，我也觉得他的老师就算了，对第一把交椅。后来我进教会之后，我觉得身为一个在教会服侍的人，其实会一样乐器很重要，因为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敬拜，特别是吉他是一个你拿起来，无论你去野餐，你在野外，你在哪里都可以拿起来敬拜，是不是服侍神很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来去学吉他。哇，然后我老公听说我要学吉他超开心，因为他希望他全家都是音乐人。那他觉得最扶不起的阿斗就是他老婆，他老婆终于开口要学吉他，他非常的开心，他就带着我去买吉他。棒哦。然后身为一个音乐人，你怎么可以买一个初阶的乐器呢？对，憋脚的不行。对，憋脚要想说向老师，那你老婆怎么弹那个？所以你至少要买一个就是大家都叫得出名字的吉他品牌。然后但是他也顾虑我是初学者，也没有买到非常的高级，但是一个初步的入门款也花了将近4万块。哇，很高级，这个门好，门槛好。然后我也信誓旦旦跟他讲说，既然这是你送我的礼物，我一定会好好学。而且我觉得吉他一点都不难，不就是那几根弦拨来拨去吗？对，一点都不难。然后我们也找了一个，就是我们教会的，他是得金曲奖的老师，吉他手。我就每个礼拜名师上课，而且我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非常有兴趣。然后我也很聪明，有你聪明，你聪明。我大概上一堂课之后，一堂。堂课，然后因为我老公在家，我老公也会弹吉他，所以他在家他有个别辅导，所以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可以弹和弦唱歌。哇，我就可以刷和弦唱歌，一个礼拜就一直练，我一天练4-5个小时，练到手都脱皮，就是他刚开始还没长茧，刚开始是痛，是脱皮，然后我就忍痛一个礼拜就可以唱歌，然后我大概上了4周的课的时候，我就可以一首诗歌直接看谱，我就可以弹，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还把影片po上网，大家都说哇你是小陈绮贞吗？哦，好开心哦。结果就是那时候好像渐渐的就到了教会服侍比较忙的季节，你知道光去上课完回来那个4-5小时的练习怎么可能？有的时候一天都摸不到一下吉他，当一天挺怠惰，2天怠惰，到第3天再拿起吉他的时候，你就觉得手好痛哦，好不想摸它哦。所以我的吉他生涯大概持续了2个月，然后就死亡了。然后我的吉他首先是放在墙角边，因为我还除了买吉他，还买了很漂亮的吉他架，把它放在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太阳晒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多美吗？玻璃窗，那一幅画，对，他们讲家里的摆设，对，那一幅画放了半年。然后我那把快4万块的吉他上落满了灰尘。然后我儿子实在不忍心，他说：“妈，你这把吉他真的很贵，很好哎，你不弹我弹好了。”所以，我儿子从不会弹吉他，他拿着我的吉他自学1年，他现在开始很会弹吉他，变成这把吉他成就了我儿子。没关系，万事互相效力。对，江山代有什么人才出的，就够啊。他把他的半途而废讲得这么的完美。对啊，我刚听了这么久，有坚持了2个月。对啊，可是重点就是你知道，因为他有专心学，他可以很快的就。
刷出一首曲子来圣诗，然后他两个月就达标了，其实有点炫耀了。有，因为你看他两个月就可以就算出师了嘛，是是，对不对？然后后来可是因为在教会的敬拜，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然后这个吉他就转给他儿子了，将来未来可能是你们家传家之宝。好的，好的。那荣香老师，您应该不会半途而废哈？哦，会耶！哇，哎，是啊，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可以跟我们，对对对对，有安慰到我们，愿意跟我们分享，都会，然后很，我们对于很多事情很好奇，很喜欢，其实是个本能嘛。嗯，对。可是刚刚所分享的，可能是找到兴趣，可能花了稍微多了一点钱，就发啊，早知道不要这样就好了，只是那个兴趣探索，可能那个钱花了稍微多一点。有时候我还想一件事情，你在这个过程里面留下了些什么能力？像我刚刚在听那个雨妮这边所分享的时候，或不管是他的小孩子从小就好喜欢音乐，对，一路上走过来之后，一定会有遇到好多好多的挫折，那也有可能中间会学点别的东西，然后每一位都会学不同的东西。可是学东西是一回事，重点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没有学得我好像不放弃的能力？或者是这个东西我开始转一个弯。我没有办法戴头上，但是我放在车上变成了这个，就能不能把它给转换转成的？我觉得如果在这很多的兴趣或者是这些过程当中接触到新的事物当中，能够留下一些是我能够一直累积的能力，三分钟热度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对对，是 OK。从当中你可以发觉到说你自己或许不是所谓你的天赋，但是你可以找到说，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做，然后你可以变成一个更进步的人。是 OK。道远这边，所以你有每一年都有立这种健康计划吗？我们刚刚看到你在吃冰淇淋，不是一直说要减肥，就是我们有对。其实有这是我就是应该是说，我去年到今年，我其实蛮给自己一个鼓励的啦。因为去年之前我最胖的时候，我胖到130公斤。哇。对，但是我在去年的时候，我花了大概3个月到4个月的时候，我瘦了大概20公斤。我现在110，我今天早上量才107，真好。对，然后就是从去年，其实以前我的生长的过程就是胖瘦胖瘦胖瘦，是是是，然后我可以，因为我刚刚就已经找出来，这是我瘦的时候。太瘦了，对，太瘦了，这是我瘦的时候。太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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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就是这一，就是从去年那时候到今年，我就是觉得我要让自己能够真的是一直这样健康下去，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身体太不健康，我那时候三酸甘油脂超标到7倍。哇、wow. ，对，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不管是圈内圈外人都因为心血管疾病这样子可能离开，或者是因为这样子的身体问题造成身体很大的负担。那我就是说我在这一年当中，我的体重跟我的身体的整个状况，我希望都是能够维持非常的好，很好。对，这是我那时候给自己立下的一个约定。那好险到今年我在做检讨的时候，我还是保持原来这样的体重。虽然这个好像是我本来比较后面才要聊到，可是我觉得道远在健康的这个部分的话，他就没有三分钟热度，他会一直吃自己恨，但是偶尔吃个冰淇淋也是重要的。有啊，其实专家就是我有看到也很重要，就是你很坚持，但是你给你自己一点点小小空间，比方说对不对，奖赏自己。对，但是这个三分钟热度其实我还在持续探索，我希望到我的未来的日子当中我都能够持续这样，我不要是再次三分钟热度。你还是在进行式啊。对对 对, 对、啊、我还正在进行式。你并没有放弃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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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加油。这个半途而废的话题，就是当你真的知道自己好像真的是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负面想法？有没有人，我就是个失败的人，我就是不会成功，我懒惰。你有觉得懒惰吗？你应该没有吧。好，我有一件事，就开车。其实我刚来台湾，然后生完孩子之后发现，因为我老公也不常在家，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不会开车，我带着一个小小孩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我就决定去开车。然后那段时间我去上家训班，然后我就是一个很会乖乖考试的人，所以你知道我考试，我笔试100分，我路考92分。哇，所以我连家训班都是高分毕业，优秀优秀。结果我第一天就是准备上路，然后
我觉得那个原因是因为我老公爱车胜过爱妻，所以我刚开始开车当然就开他的车，所以他就坐在副驾驶，然后呢我就从 B2 要开到一楼，这是第一个关卡，所以那就是上不去下不来，因为我不敢踩油门和拨方向盘同时，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就踩着刹车，然后车在弯道上停在那，我老公说你上去啊，我说我不敢，我怕我踩了油门车就冲到墙上去，然后他说那现在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不要下车来救我，他说那你的脚要从刹车上松开，我说我的脚不敢从刹车上松开，因为我怕车从后面倒退撸倒下去，所以就在那个弯道上我们耗了20分钟，开出去上路之后，然后你会发现你车速慢了一点，后面的人都在按你的喇叭，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快了一点，就又差点撞到前面的人，然后呢后来我好不容易开到我要到达的目的地，我要靠边了嘛，然后我也没有看后面有没有车，就直接从左边直接要转到右边，然后我老公那时候就在车上大叫说你要开那个方向灯啦，他就大叫就吓到我，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好挫败哦，我觉得我不可能开车，因为我不能每一天都从 B2 到 B1 要承受20分钟的压力，然后我开在路上的时候我老公真的就是很紧张，比驾训班的教练还紧张，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开车每天要承受他这样对我的情绪，可能车不会开我们先离婚，然后我就那一次上路的经验，然后从到现在大概15年了，我没有再碰过车。他这个开车的故事他半途而废是为了要维系家庭和谐，又是一个伟大的价值，只要不要开阿健老师的车应该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他应该买一台车给我，先买一台车，没关系。其实刚与你讲这个我有经验呢，就我之前去也是驾训班然后学开车，但是我没有像你那么认真啦，我就是要去不去，然后到要考试那一天，然后教练就说你练习一下，就我还开上安全岛。我也开过，对，我开上安全岛，后来他就说算了算了，你这个应该过不了，随便，然后想不到我竟然过了，高分通过，然后他就说你过来你过来，我说去哪里，他说各位同学看过来，他都可以考过，所以你们也可以，知道吗？要有信心。好快哦！哇，你是好多人的祝福哦。对。然后我突然觉得说，好，原来我是这种功用哦。好。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内的交通长这样。什么？这么开心？啊，求上帝保佑，多保佑。好，伟仲。其实我像我之前说，我拍了几次影片之后，我其实那些影片。到现在其实都还有存在电脑里面，但问题就是那几 G 的空间一直放着，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头绪，说我到底要怎么去剪去做，然后要让它好玩，因为毕竟我们因为是从艺人的身份开始做，对，就会想说我想要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就比较不想去承受那个刚一开始还要啊可能几百的那种观看数啊那种。我想要一开始就让他很好，就要给他上好几十万、几百万，就想要求好心切，所以就会变成说有点太逼迫自己，说想要好像想要把它做到怎么样的地步，然后就变成那一支影片可能就这样放着，然后一直放着放着，然后都不剪出来，然后就会对自己开始有一些怀疑，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我真的可以去做的事情这样子。你有尝试做直播吗？直播其实也有，但是那就不用剪接了。对，但不用剪接，但是又碰到一个小小的问题哦，就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我会希望说有一些粉丝或什么会来看，然后会很开心啊，我就跟他聊天、唱歌啊，很简单的事。对啊，但是就开了直播之后，就发现没什么太多的互动，那没什么太多的互动的时候，就会干在那边尬聊。对，尬聊，因为我又很不会尬聊，你知道吗？就是。我很怕那个尴尬的气氛，所以就是要是没有太多的那个互动，我可能自己讲讲话啊，唱个歌，然后唱完歌之后发现还是没什么人，之后就尴尬咯。对，所以我很容易就是可能开个直播大概30分钟一个小时啊都没什么在讲话，就那真的蛮尬的耶。对，就很尬，然后很尬，尬完之后一关掉，你知道就心情就会很沮丧，对，就会这样子，所以我就有点无法承受那种挫折，就会变成说这件原本很热衷的事情，然后就突然就熄火这样。那雨妮，你跟下去直播的时候可以通知我们。哦，真的吗？太好了，可以去。因为当装脚，装脚。对啊，如果你像直播也好 ，YouTuber 也好，其他就是做节目一样的意思啊。我觉得就是经营，对，是直播要经营。然后有一句名言就是，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所以你就一直就胡扯嘛，对啊。
但是我自己也不直播的，我懂你的心情，超沮丧。那蛮需要靠勇气的，我觉得你很勇敢，很 OK。跨领域我觉得都是这样子，对吗？哦，好，丽琴，有一阵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突然之间觉得，哎，看到植物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对，所以我就开始研究，然后买了一大堆植物。后来养了一阵子之后呢，我常常会忘记浇水。然后我就说阿福，快点那个顶楼的，赶快那个什么橘子浇水啊，然后还有我们家门口的花，你要帮我浇啊。然后我的玫瑰快死掉了，快点这样。然后时间久了，他就说，哎，不对吧，这好像是你种的，不是我种的，怎么变成我的责任？那从此以后，他也不太帮我浇水，因为他说都死了还浇。不是。然后时间久了，他就说，哎，不对吧，这好像是你种的，不是我种的，怎么变成我的责任？那从此以后，他也不太帮我浇水，因为他说都死了还浇，不是，哎，没错没错，对，好，对嘛。其实我也觉得说，不管是刚刚提到开车啊，或者是直播啊，或者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就每个人都会遇到，好像哎，我有遇到一件事情，我很想要把它做完，可是又半途而废，有三个字。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如何面对三分钟热度又尽量不会半途而废，我就讲说三个字，就我这边提到的人事物可以羡慕的人。什么叫可以羡慕的人呢？是这个人吼，我觉得在他身上我有看到某一种自信，这个自信呢不是他说他很有自信，是你干嘛看我，你干嘛讲完这话都有人想到自信就想到你啊。我还没讲完，是我发现他很有自信。好，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子。如果发到他是很有自信的时候，我就很对他很好奇。我们教会有一个那个爷爷，在我们教会里面他是就负责所有教会清扫的工作，从开门啊到结尾啊，所有事情他负责的。可是每一个礼拜过去，每个人去都一定会跟他打个招呼，他都笑脸的，啊，你什么你什么，就是对他来讲，他觉得他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细微的，可是每一件事情都没有漏过，然后每个人都在他那边得到好多的温暖。我就觉得那个自信活起来以后，一定有某些特质是我觉得很欣赏的。那像这样的人，我觉得在他身上会找到，哦，他做事情有他的纪律，而且什么事情他一定完成。而且完成完之后呢，他会回应别人的情绪。我觉得这几个特质如果是我羡慕的，那我就要先把它放在一个小小的目标。接下来什么叫事情呢？我一定会要可完成的。刚刚我就提到了，吃个冰淇淋很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时候给的目标好大，大到我为了完成它，然后我就半途而废了。可是很大的目标其实是可以切成。对了，有的时候其实那个目标设的有点遥不可及了。本来就是我定一个目标，我准备要环岛，那你要不要先把那个车能够开得顺为原则？那我如果每一次顺完之后，或者把你为什么没有看我在你讲的话，也是在针对我吗？不是，他你没有要环岛啊？对对，我马上就转过来了，含着情环岛啊。你没有要环岛，哎，在一起。所以一步一步完成以后，你就会觉得哦，我就得到一个自己很愉快的，吃点东西啊，或吃个什么。我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是因为会有一个很愉快的经验，你会觉得做这件事情会得到一个很愉快的，然后慢慢越做越有兴趣，越有就有兴趣。对，最后叫做悟的意思就是说，你前面事情完成之后呢，就得到刚刚所谓的酬赏的概念。所以如果人事物是我们可以放在心上的话，当我们遇到很多我定了目标之后，我又怕我半途而废的话，那我就先想想那些人怎么去做的，然后我可以把我要完成的目标能不能拆成很多的小的模式是我可以做的，每次做完我就让自己开心一点，那我就会觉得说，原来我去突破我的目标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对，可以从平凡进阶到超凡，对不对？来，各位，我跟你们说，接下来要看，不要难过，来，可以安慰我们吗？猜猜我是谁？他们都曾经做过这么多斜杠，然后感觉上就有点不务正业，然后他们也有一点点所谓的半途而废，三分钟热度。对，来看一下，来。这个人第一个，他打过壁球、篮球、手球、桌球、滑雪、拳击、游泳、这么多滑板、足球，哇！那给你一个暗示，他现在是网球天王。他以前什么都打，就不打网球哦。他现在居然是网球天王。如果是台湾，是现在还在打的吗？还在打，还在打。对对对，
是男生女生？男生。天王男生。不是天王男生，女生就是天后。But don't worry, OK。问得好，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丽晴。关键。很重要，很重要。刚刚有想到会是男的。要鼓励。OK， 因为常常有的人三分钟热度都是因为没有受到鼓励，真的，对，要鼓励鼓励，你先问得好，问得好，问得好，好吧，我们就不要蹉跎，告诉大家答案是谁。哦，贝德勒，好不好玩啊 ？OK， 好好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正在打壁球、篮球、手球、坐骑、滑雪、拳击、游泳、滑板，你手里有烟，就会变成天王。真的好三分钟热度哦。对，可是看得出一件事情，他的运动天分特别强。对，他特别有，是不是？他有这方面的才能。是是是。好，来，接下来这一位，他做过公司职员、代课老师、书店店员，还当过传教士的伟大画家。那我现在先问，是台湾人吗？应该是外国人。这个好难。其实要讲到画家，大家也说不出几个画家。文化素养就到这而已。来，他少一个耳朵。少一个耳朵。曼谷啦。哦，对不起，为你故意的。对，就是他。OK。哦，他当过公司职员哦。他以前生活很拮据的，可是想到当过传教士还蛮意外的，因为就是为什么当过传教士到最后他还把耳朵给割？对，而且他是属于一个极度悲观的一个。对，好，来，你看，好，来，接下来这一位，剧场人，影视编剧，做过主持人，家庭教育专家，现职大学老师。哦，这人是。是常常来，会不会是我们洪英正老师啊？我觉得是曾阳晴老师。谁？我觉得是曾阳晴老师。曾阳晴吗？哎，荣香老师，你也符合这个吗？对啊，是不是荣香老师啊？有没有？有一点点像哎。教育专家绝对嘛，大学老师嘛，就是荣香老师。你有做过主持人吗？影视编剧。哎，我现在有一个广播节目。对啊，主持人呢？影视编剧。哎，那个时候还对呀，那就是荣香，就是荣香老师。等一下，没有，不是荣香老师。最好玩的，老师不认识自己的，是我吗？越看越面熟。有没有？剧场人啊，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因为我们讲了好几位我们节目专家，来看一下，谁？真的耶！就是荣香老师，斜杠青年嘞。你忘记做剧场斜杠啊？你斜杠啊？好多斜杠。所以我也三分钟热度哎、欸，对啊，原来三分钟热度，我们从来没有说你没有啊，对啊，对了，应该说多才多艺啦，多才多艺，每个人都有啊。好了，接下来这一位来看一下，当过设计师、YouTuber， 现职家庭主妇兼主持人，然后一定是女生吧，对不对？对，不是，就是怡萍姐啊，就是怡萍姐，他们跟我说叫问我做过什么，其实坦白讲。你们刚刚讲的 YouTuber， 我们也做过，那个时候是疫情的时候，他就觉得节目因为我们不能进棚录影，他们就说我们来试试看。那当时我们当然公司也有一些很好的器材，我们是从在台湾哦，在 Good TV 电视台跟我在美国做连线。哇，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你在美国，对我有次跟阿福一起在做菜，那时候我在美国，然后我在按照台湾的中午十二点在做午餐，可是那时候台湾呢。好像台哎，我们的你们中午十二点是我的晚上八点哦，耶啊！在晚上八点做午餐，所以我们也尝试过。那我觉得很好玩，那次很好玩，有很好玩啊。可是我们做 YouTuber 真的不容易，对，真的真的。怡萍姐，怡萍姐，丢失败。可是 YouTuber 这件事情现在真的没有在做了，因为时间没有很允许。那这个设计师就曾经跟朋友大家一起做过包包的事情，那很好玩。对，然后我就是二次就业妇女。OK， 感谢赞美主。来，好，这些我大家都找到一些努力的目标了，因为我真的很爱我现在的工作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从身为家庭主妇。让我学习到很多在节目里头大家可以分享的很多的内容 ，OK。所以呢，有没有任何所谓的在你有持续努力的目标当中，有人事物鼓励你，或者一些经历让你记忆难忘的，有没有？好，我先讲一下。其实我觉得，几样是我三分钟热度，我觉得我可以坚持到现在。第一个一定是婚姻了，我可以这么努力的。有，眼睛在看哦，要好好说。说得好，说得好。感谢主，真的是因为有上帝在我们中间，真的我们才能够一直持续的恩爱到现在。对，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演艺圈是我觉得我感谢神让我没有三分钟热度，然后我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靠脸吃饭的。
对，我不是很帅气的，就是我们是靠因为像我演戏也是演绿叶，那唱歌虽然好听，但是我们外表没有说是偶像派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在于荧幕上就比较不会是主要被人家 focus 的那几个。对，但是到现在进到这个演艺圈其实也大概十几年了，其实中间也是经历过许多的跌倒，例如说我去到现场化妆啊，然后我们去一个公益节目，然后就有一个艺人就说啊，哎呦，那、啊、你们你也需要化妆哦？对，就是直接说，直接到现场他就直接这样，他觉得是可能是好笑了，他就觉得是好笑说啊，可能要让他会心一笑这样子，但其实已经伤到我的心了。但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其实就让我很坚持的，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个演艺圈，我要混出一个名堂，然后我要利用上帝给我的歌声的这个恩典，我要就是传扬他的福音，然后坚持到现在也大概18、19年。对对对，我从18岁的时候进到这个圈子，然后现在已经35岁了。对，所以你所谓鞭策你的人，也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这样开你玩笑，然后刺到你的心的那个人。是、嗯 okay, 因为那时候其实真的蛮受伤的。对，他就一进来，然后哎，我就说哎，什么歌好，你好，然后哎你好，然后说哎，那我化妆在哪边？啊，你也需要化妆哦。对，我就当其实他可能只是无心的一句话，玩笑话。可是这句话换成另外一个立场来看，角度看呢、啊嗯，就是你皮肤那么好，化什么化？对啦，对，但是我觉得刚好也用这句话鞭策了我到、嗯、一直到这个圈子的现在这样。嗯，那你今天就没有化吗？有了。年纪越来越大了，还是要还是要有皮肤好嘛，没有化没有关系啊。我多么希望四五颜呐、啊！真的，我也希望多一点就可以。有了，今天素颜了，今天大家都素颜、嗯、是，好，OK， 谢谢道远的故事、嗯、，OK。韦仲，你呢？哎，我其实唯一没有放弃的，真的就是也是演艺工作跟唱歌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从小也是学过很多乐器，当然可能家人希望我可能有一些才艺之类的、嗯，但很多乐器啊，到最后也都算是半途而废。只有唱歌这件事，我觉得是，可能对我来讲最省事，然后也算是一个，真的上帝给我的一个蛮好的一个天赋这样子。所以，就一直唱歌唱到现在。那其实前几年当然也有过一些，因为毕竟在演艺圈也是这样起起伏伏，那也有过一些放弃的念头。可是因为我觉得家人是真的给我很多蛮大的支持跟鼓励，那所以到现在，像前几年也蛮开心的，就是有入围了金曲奖的肯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失去跟一些获得。那我觉得我获得最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感触就是，我的努力是可以被看得到的。对、啊、那这件事情到现在，因为其实当然疫情的关系有影响，所以去年开始我自己为了维系自己在台北的生计，所以我也开始做一些就是兼职的工作，可能就去餐厅做内场这样。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以让我在这样子人生的经验当中，哎，又多了一个，因为就进演艺圈之后，你也很久没有机会这样去接触人群，就你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你可以去学习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尤其也有在创作来讲，也或许是一个全新的一些人生体验。对，很好 ，OK。丽琴还在，我是之前比较少一点，不是植物不养了，不养了。我刚终于想到一个了，好难想哦，真的，终于想到一个。其实这个也是个好地方哎，我跟你讲，因为你忘记你哪里三分钟热度，对，你也就饶过自己了。没有，我有，我想到了，想到太好了，因为我之前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还会常常会不知不觉接触到日本嘛。那其实我大概10年前我就开始学日文，对，但是都是断断续续，然后有时候有去上课，有时候没去上课。对对对。那我突然想到，哎，对哦，我前几年才考过那个日语检定。哇。其实我考过了两次，但是第一次就是考四级的时候差了5分，然后没有通过那个4级检定，我就觉得很扼腕。后来我又隔了一年，我又去考5级，然后5级就是通过。那我就突然回想，哎，其实这一路，哎，我好像也坚持10年，也是蛮久的，虽然。阿福都已经考2级了，我还在停留在4级，跟自己竞争就好了。是啊，但回想起来，哎、欸，我好像有一件事情是坚持的，对，有坚持的哦。有，好呀，你本来就很棒。谢谢依萍姐，是真的，是真的。芸妮，我是服侍上帝。
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就如果我也有一个那个板子的话，我以前是幼稚园老师，是后来来到台湾之后，孩子长大了，我就开始进入演艺圈，然后我有做过通告艺人，我有拍过电影和电视剧，所以是演员。那后来我觉得我对运动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也当过瑜伽老师，我有开过瑜伽教室，有有有，对。然后直到后来因着上帝的呼召，我觉得服侍上帝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我刚开始被安利小组长的时候，是我百般的不愿意，因为我不想要分别我自己的时间去照顾其他的弟兄姐妹。可是因为被安利，我会有一个责任感，既然你是小组长，你就应该做一些什么。所以从被动变成热爱，然后因着做小组长之后被上帝一直强烈的呼召，所以开始去读神学院，然后神学院毕业之后被安利传道。那因为全新的服侍神，我其实不是放弃演艺工作，也不是放弃当瑜伽老师，而是当你当了传道人之后，我觉得我需要神来保守我的口舌。除了 Good TV 这样子，除了我透过我的口去说造就人的话，那其他的一些综艺节目、访谈节目，我怕我管不住我的口，所以我离开了综艺节目，不太像一般的综艺节目。然后瑜伽教师也是我不想要一心二用，因为其实当你在一个专业上要专心的时候，你势必要舍掉很多，所以在取舍之间，我选择服侍上帝，所以我把我的瑜伽教室免费的去让给我的同事，免钱让给他我自己的瑜伽教室，然后我就全心全意的服侍上帝。然后我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虽然大家会听到传道人很辛苦，我觉得如果就体力上来说会有一点辛苦，可是我自己觉得满足喜乐是大大胜过于辛苦，满足喜乐大大胜过于物质上的来源，所以我确定我的护照是当传道人。然后我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虽然大家会听到传道人很辛苦，我觉得如果就体力上来说会有一点辛苦，可是我自己觉得满足喜乐是大大胜过于辛苦，满足喜乐大大胜过于物质上的来源，所以我确定我的护照是当传道人。所以这是我到现在坚持的事情。非常棒哦，好，起立鼓掌。荣翔老师，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三分钟热度的话题，给我们一些建议，究竟怎么样可以继续往前走，不要让它只是三分钟。其实我是会回想我自己，那比方包含到我自己回头去看我这个路程的时候，我一段时间其实是在我非常爱戏剧，戏剧当作是我的终身职，特别爱的是舞台剧。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转到了传播。传播，我觉得从事创作工作，哇，这一定是我的终身职，太好了。是，人家说你到底在干什么？隔没多久的时候，我跑到教育了。有时候我发现到说，如果我只是别人眼光中换来换去的话，好像永远是做一做就换了，做一做就改了。可是我发现到说，我好像不是哎，因为我都尝试把我前面所说到所学的东西，要一路上的连结过来。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爱跟人家分享我所学的一些家庭的一些想法，但是不能变成很复杂的知识。那个东西可能在学校讲，但是除了学校以外，你就必须要跟人家分享别人可以理解的一些语言形式。所以这个时候戏剧和传播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所以如何把那东西能够串在一起呢？我觉得是我开始要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会不会遇到挫折呢？一定会的啊。每次我就提醒我自己，我一个好朋友，我也常常分享了一个故事，他是一个很会学那个空手道的，很会劈的东西的，他家都出门买菜刀。我每次就跟他讲说，我说哎，你好厉害哦，你怎么样把那个木头能够劈开？对啊，他说我们教练跟我讲一件事情，我不能看木板，我要看地板。啊？哦。我的眼睛不能看在木板，我要看到地板。然后，也就是当我在劈的时候，如果我看到了木板，我一下去之后我的手就痛了，停在这边。但是我已经看到了地板，表示我的手要成功了。所以眼光已经穿过去了。我觉得其实给我一个蛮大的提醒，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发到说，好像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就像天上的乌云一样，我是看到了乌云，还是乌云后面的阳光，一定是有没有已经穿过去了。所以如果你会半途而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的，但是记得一件事情，不要太孤单。很多成功的人他自己陷在一个情绪里面，他就缺了一个身边的人能够给他任何的鼓励。我觉得当我们的眼光有机会穿过那个木板，穿过那个乌云的时候，同时又不孤单，串在一起之后应该就有可能一直的坚持下去。
次。好，人因为有希望而伟大，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对，三分钟热度，坦白来讲，每一个人都有惰性。为什么我会有惰性，或者是许了愿望，然后真的没有达成？最主要因为我们往往的愿望都是跟我们的习惯，跟我们真正的一些习性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呢，你是要鞭策你自己。可是在今天这么多案例当中，我真的有个体会，就是说你花了不管是大钱还是小钱，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角度去立的这些愿望，你可以把它先放下一下。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这个并不代表就是完结篇。有一天你或许在不同的人生的年龄或者岁数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再重新拾回，它可能会启发你另外一些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一直希望呢能够把自己呢变成天才，可是在过程中发现啊，原来我只是个庸才。也不要自我打击，然后最好就是呢可以结伴朋友，互相彼此鞭策，然后呢互相给一些鼓励，因为人是希望能够听到正面的回馈的。那还有今天聊了真的还蛮多的，你的愿望如果能够像雨妮这种真的让你心里得到平安跟喜乐的时候，我相信三分钟热度在你来说就不再存在。所以在这边祝福大家都可以变成什么杰出优秀超凡绝尘啊，OK， 加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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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